点开有惊喜。啊 ，Rock 为工作扮观音，照片一 post 笑到网民窒息。不懂要说像卢海鹏还是薛家燕好。香港明星兼主持人阿 Rob 林盛斌每次扮鬼扮马都十分搞笑，他的诙谐形象和百变造型永远都给到惊喜你。今天他又有新搞作了，就是扮观音。他将照片 post 上网后，立刻引起网民都硬了，是拳头都硬了。照片中他以一身白色观音造型打扮吃人，无论是发型、眉毛、首饰、额头那点、手上的盆栽、表情和他的双下巴，看到都令人发笑。幽默十足的他还带有亏欠的留言，我希望观音娘娘会原谅我，他自己还忍得到笑才厉害。网民们差点笑到窒息，更说他这个造型好像卢海鹏。图片来源粉丝服务。也有人说她好像家燕姐。